卡努咧係逐漸咁樣接近華南沿岸啦，同埋加上咧即係東北季候風啦，一個共同影響啦，本港嘅風力咧係逐漸增強嘅，離岸咧係已經吹強風啦，咁高地咧間中吹烈風添。預料咧三號強風信號咧會係喺今晚至到星期日嘅凌晨咧會維持嘅。嗱，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，卡努係會喺星期日稍後最接近香港。会在香港的西南边约300公里内掠过的，天文台是会视乎卡努的移动路径和发展，就听朝早是考虑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的信号，即是星期日的早上会考虑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的信号。